我发现我们的学生啊，把他们对太空的热情跟兴趣啊，完全转化成他们的创意，这一点真的是让我很佩服啊。屏东县政府都会持续跟我们地方、跟我们中央，把属于台湾人的荣耀留在台湾，留在屏东，共同来去推动这样的一个太空火箭的一个发展。让我们一起为所有参加的团队鼓掌加油，让我们一起 Rock Taiwan， 谢谢。解决你们面对的问题，完成你们被交付的